以和为贵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你会不知道该接受什么东西或者是拒绝什么东西。这些议题在保守派的圈子里面吵的是非常火热。例如我上个星期的小组就有人提到说，圣经上说不可杀人，耶稣又说你只要想着要杀人的话，你就已经算杀人了。那为什么我们这些人要去准备买枪啊，为了要来保护自己的安全，甚至要来杀人来保护自己家人的安全呢？那这个样子算不算杀人呢？如果想知道这个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去我个人的频道 PHC 看一下我们的十戒系列。不过如果你连保护自己、保护家园、自我防卫跟谋杀的差别都搞不清楚的话，那你可能就是在使用一个有偏见的角度去看圣经了。这个样子的议题也出现在保守派的声音里面。有些保守派的人会认为说，天哪，佛州是在打压迪士尼的言论自由吗？迪士尼他们想要教导传达这些 LGBTQ 的价值观，也是他们使用他们的言论自由啊。如果你用政府的力量来打压那个公司的话，那不就合理化左派对于保守派的公司跟保守派的人在做的事情了？包括保守派知名主持人 Jenna Ellis，我常去看他的节目，他的想法跟很多的说法都非常的棒，但是在这个事情上面，他是个没搞清楚状况的弱智。我们来看一下他节目上说了什么。Disney isn't doing anything illegal or immoral in terms of action by their statement. Now, is the statement advancing an immoral viewpoint? Yes, but in terms of under the law, Disney isn't doing anything.Other than exercising 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speech. That is the entire point of this conversation. And so people on Twitter have been so outraged saying, no, go salt the earth, go retaliate against Disney, go tear them down. Democrats do this to conservatives all the time. And so Ron DeSantis should finally go after Disney. I'm glad to see a Republican finally exercising the same types of fights that Democrats do.Well, let's think about that for a moment. Just because the Democrats wield unconstitutional power and try to get away with it does not in any way justify Republicans doing the same. OK,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我同意他的说法，当敌人使用非法的手段来打压我们的时候，我们要 turn the other cheek, 让他们打我们的右脸。以德报怨，包容，我们不可以以暴制暴，别人坏我们变得更坏。但是这边很重要哦，共和党在佛州做的事情是他们拿走了迪士尼这间公司在佛州赋税的特权，还有独立行政的特权。在佛州没有任何其他公司有减税还有独立行政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这是特权。迪士尼那个岛是他们的王国，他们的领地，他们长期以来赋税是比佛州其他公司少非常多的，上千万、上亿、十亿、百亿。这个制度是在1967年的时候，迪士尼公司当时华特迪士尼死后一年跟当时的佛州政府达成的一个协议。所以我们在这边讨论的东西是特殊权益或是特权。那么取消特权算是攻击言论自由吗？节目在继续之前，我想要先讨论一下我们每天都会有的困扰，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要穿什么衣服。如果你跟我一样在乎自己的形象的话，这边建议你去 Abounding Glory 买一件衣服。 Abounding Glory 是一间基督徒的公司，专门使用高级的面料帮助教会还有敬拜团，不只是 T-shirt 啊，还有什么那个武器啊，那些东西，他们使用特殊的印花方式来让很一般的印花更有特色。我今天穿的就是他们其中一款，真的穿起来非常舒服。想要同款商品，现在就可以去 AboundingGlory.com 购买他们的衣服，不但可以帮助一间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购买金额的 10% 也会来支持 AI News 继续传达正确的价值观。购买时使用折扣码 AI News 也会同时享有 5% off 的优惠。现在就去 AboundingGlory 购买他们的衣服吧。那么把特权取消为什么是攻击言论自由呢？宪法有给迪士尼特权吗？给迪士尼特权的权利吗？当然没有，不然就不叫特权了，就叫权益了。他们有权利不付税，或是比一般的公司少付税？他们有权利可以随便管理他那块岛吗？迪士尼可以有特权的宪法文本在哪里？宪法里哪里说一个公司一定要有特权？不然就是在侵权。佛州在做的事情就是在消除特权，所以对我来说，佛州没有侵犯任何人的言论自由。
Ron DeSantis 没有制定一个法律说迪士尼不可以 gay， 迪士尼不可以有言论自由，迪士尼不可以支持恋童癖，只是在说迪士尼从今天开始你不会有任何的特权。那为什么你不会有这些特权呢？我不懂为什么要解释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要解释取消特权？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里面，自由市场里面，为什么只有你迪士尼有特权？迪士尼之前有一个其他人都没有的特权，其他人都好好的工作，养活自己的公司，照样的付税，你现在也应该跟其他公司一样啊，你凭什么有特权？宪法里面人皆生而平等，你本来就不应该有特权不是吗？没有人应该有特权不是吗？没有公司应该有特权不是吗？特权是佛州政府给你的福利，现在这些福利没有了，这不叫做攻击你的言论自由啊。不过这的确是有其他原因的，除了跟这些邪恶而且无耻的公司洗脑小孩推崇性变态这个公司复仇以外，以上是我的私心， OK， 很明显这不是一个法律层面的说法，因为要帮 Ethan 复仇。Ron DeSantis 只是在说，给予这些特权给迪士尼，并不符合大众的共同目标跟 interest 兴趣。给迪士尼特权，并不能带给佛州的公民任何好处。那么，为什么公众没有好处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迪士尼在使用他们庞大的资源，在洗脑这些小孩错误以及反常识的性教育。如果他们还持续要这个样做的话，佛州就不会给他们一个减税，而且还助长他们变得更庞大的方案。所以佛州现在要停止这间公司的特权，并不是夺走他们的权利，而是要迪士尼跟一般的佛州公司一样公平竞争。左派的公司、左派的政府是真的在打击很多人的言论自由。AI News 不被推广， AI News 被黄标，甚至被红标，删除我们的影片，连我们这么小根本都没什么人看的频道都被攻击了。不只是我们这样的新闻频道，就连科罗拉多州的蛋糕师傅他们都要攻击，逼着他们上法院，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攻击，直到他们屈服为止。只因为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价值观，他们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连特权都不能删除，让他们可以继续传达这些恋童癖这样的东西，我们连特权都不能去除。然后自己保守派人在那边说，这让我感觉很不舒服，我不喜欢这个样子，我不希望变成这个样子，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变成跟左派一样了。然后在节目上面，在 LINE 上面，在 WeChat 上面传达这些错误的讯息，最后在完全不了解情况下说我们在攻击左派的言论自由。宪法没有保障特权，宪法要的是人人平等，删除特权没什么好讨论的。迪士尼一开始就不应该有特权，现在的迪士尼更不应该有特权。